我要穿袜子，要准备去跑步了。然后嘞，我现在准备要出门嘛。OK，所以现在时间是差不多11点。OK，为什么今天这样迟呢？是原因是因为我的相机完全没有电了，昨天呢用了剩几个 percent 罢了啊。所以嘞，我今天早上就拿来 charge 电，charge 到现在呢就60%，不过算是蛮耐用了。我蛮喜欢 Sony 的相机的。电池算是蛮耐用的，就是我已经用了2天，然后今天才 charge 一次。刚刚文静就突然间哦，他 WeChat call 我就以为什么事，结果他 miss call， 你知道吗？ miss call 就算了。然后呢，你们听一下他讲话啊，给你们听一下。Daily vlog， 第一我不懂要怎样拍，第二我怕我赶不及来剪，我不懂这么你们可以这样神呢，当天拍当天剪完。因为我们 go steady 哦，你不 steady 哦，你在等什么？不要再多多理由了啊，赶紧去拍罢了。OK， 不讲多，我要出门了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我爸很晒啊。听到吗？哟，突然间就讲到叫 steady 了，你听。因为都讲挑战 daily vlog 哦，当然是要当天拍、当天剪好、当天上的嘛。如果是累积下来的话，就没有那个挑战的意义了咯。剪的话，我应该大概怎么样啦？可是 content 的话啊，我觉得会很烦恼哦，连续几天。我今天有那个 YouTube 的 event， 我不懂要不要去，我头还是有点痛啊，现在。敢敢拍罢了，你怕什么？要 steady 做，你要 steady， 要敢敢拍罢了。你爽啊！你要去不去啊？你不要去不要去啊！我现在差不多要出门了哦，我要去跑步了。好啦，现在呢已经是11点16分，我才刚到这个公园罢了，所以我应该等一下跑到12点这样子就回咯，就应该就走咯，应该是差不多跑到这样子啊，这样的时间啊。然后等一下回去我要开箱一样我买了很久但是都没有开箱的东西。OK， 所以呢我等一下一样啦，照惯例啦，我也是一样会拿我的手机跟我的 tripod 下车。然后呢今天应该会拍的比较少一点点 shot 啦，因为前两天啊，就是讲前天的 vlog 我已经拍了一些这边的 shot 啦，我看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我再拍给大家看。然后这一个是上次的 history， 所以我这一次要打破上一次的 history。 OK， 所以呢我现在下车跑了，我们等一下见哈。好啦，那么我的车呢刚才就放在那个位置，那我这样走从这一条路开始这样上来了，然后呢一上到来呢就会弯到这样子，哇，是不是很硬呢？是不是很帅呢？迪拉让摩洛哥。 OK， 这边呢就是那天我跟你们讲还在骑着的那个，我今天就走到了这一边，在公园的这一边，这边呢就是围着了，所以呢，然后我要走一个圈，这样走回去了。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哦，为什么哦，在11点多，好像比那天我来的时候更多人这样的。那天我来10点多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人了，车都很像剩3、4辆，有没有？已经蛮多凉下来，比那天多哎、哦。你看我看到什么东西？有一只小老虎，它也在做运动。你看它，来不来呀、啊？好了，不讲了，我继续跑步先。好路哎，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走过去的，是吗？我很好奇，我想要走那条路径。OK， 搞到自己好像在拍那种探索影片，那种探索影片啊。You know what is 探索影片？哦，跑上来呢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刚刚是从那边跑上来这边，然后呢，这边是那个湖，然后下面有多一个湖了，下面有两个湖，还有一个湖就是前天我拍给你们看的那个湖，然后呢。这边这样子走过去嘞，就是刚刚那边啦。原来这边是这样的，我还以为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呢。很久以前我来这边跑过，但是
我已经忘记掉了。我看我那时候应该有小学吧？那你记得、哦？啥没？哦，不讲了，继续跑步了。嗨，看到吗？还有人在听那边聚会，还有野餐，对，野餐。哇，小学生现在放假是吗？考完了 UBSR 了是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太久没有读小学了。出来个大家来试，我妈养咗我咁耐，我仲读紧小学。Oh my god, that was very terrible。如果是真的话，我靠妈，我会吓死我。呀，你这样久还是小学？你到底有没有长大过啊？你吃这样多菜，莫菜大了啊！我估他们是应该是一般朋友这样子约他们的孩子过来玩吧。那么其实这样子的 activity 不错一下，就是暑假带一下他们的孩子啊出来这样玩一玩，好过每天玩在家里啊，很闲的，你知道吗？出来这样走走一下，走一下公园，看一下一些绿色的东西，顺便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也是不错一下的，好过每天待在电脑前面，对不对？There's just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. Girl, you are my family. 好了，我已经到车上了啦，所以我来看一下今天共跑了多少啊。来看一下我的旧 record 啦。我的旧 record 呢是跑了 53.21, 然后一共是跑了 3.42 km, 然后今天就跑到的时间比较久一点，就是一个钟头九分钟45秒，但是呢跑的距离呢总距离是 4.58, 就是4个kilo 58, 所以呢是比那一次还要好的。我现在呢就要开始要去打包回家，然后就冲个凉，就吃我的午餐，然后就开始要剪片，然后就开始做一些事情了。 OK, very good。关门先，等下给人家打枪。啊，基本呀，明白吗？啊，基本呀，妈妈的吉娃娃。阿妈，我得咗啦！哇，你咁想法摆明系挑逗啊！阿妈，我得咗啦！我终于跑了4个kilometer 多了，我非常非常非常高兴啊！但是今天真的有点累，刚才讲不累哦。哇，看一下天气，哇，今天有点晒。嗯，我很喜欢哦，就是从我这个窗口望出去耶，很舒服。对，虽然讲我住在这个家不是第一天的事情，但是我都还是会喜欢望出去，因为刚巧我的家后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，算是小个的公园吧，然后有这样子的绿色的树木这样子。就是早上你一起来一拆窗口就看到这种绿绿的东西咧，感觉会很舒服。我不讲啦，整身臭臭这样子哦，快点去冲凉先。哎，等一下，在我还没有去冲凉之前，我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们看。我刚刚呢就去PM 问 Tomato， 问他接不接受我7天 daily vlog 挑战。Okay, 目前他还没有 online 啊，我等他 online 了看到了，我看他有没有回我。冲完凉头发还湿湿的 ，OK。我一冲完凉罢了哦，然后董妈多就回我了，OK。他讲他不可以接受我这个 daily vlog 挑战是有原因的 ，OK。我现在给你们看为什么啊 ，OK。1、2、3、4、5，拜拜。OK， 这个就是那个原因，为什么董妈都不要接受我挑战啊？因为他讲他经常跟阿雅一起，所以呢。如果他也拍 vlog 的话，这样他的 content 会跟他差不多一样，然后再加上他也要忙他的生意的东西，所以他就无法接受我这个挑战了。唉，有点可惜，我以为可以挑战到他。唉，算了吧。好，这么今天呢打包的东西跟那天打包的东西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啦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地的去特写他了。 OK，吃完了东西过后呢，我要去忙我的剪片，然后我看我等下有没有时间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顺便拍一个开箱影片，开箱一个我买很久都没有开箱的东西。我刚有带相机出来，但是带我出来是我才发现到自己忘记带我 memory card 出来了。 What the fuck man，
算了，我用我手机拍先。OK， so 呢今天的 vlog 就非常的简短，算是简短了 OK， 因为今天的可能 content 会比较少一点点，那你们不用担心，明天呢一定会比较有点 content， 不过今天我会大约讲一下我明天会做些什么东西。OK， 除了明天呢会一向惯例的去做运动啊，拍日常呢，然后我要加一个开箱影片在明天的 vlog 里面。So 今天的影片就没有拍到 vlog 了，其实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嘛，所以呢就没有拍到那个开箱影片了。不过我会跟大家讲开箱什么东西。转转比当年很疯魔马来西亚一段时间的转转比 OK， 这一支呢是免费赠送的，那么我订的不是这一支， Cosmic 订的当然是影了嘛，是不是 OK， 它的盒装包装是比较大个的，然后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手 strap， 然后那支笔。那么其实我不懂它的触感是怎么样的，等我明天拆来开箱了，就跟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。哇，里面还有一个很像杯壳的东西。OK， 所以今天就大概跟大家 release 讲一讲明天会拍什么东西啦。然后呢，So 我们明天见。Sorry， 不是明天见，我们下一个 vlog 见。